东东，你出去啊？是啊，我去一趟经纪公司。你回来的时候，如果门口的超市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回来？可以啊，你要带什么？就薯片、话梅、可乐什么的。薯片、话梅、可乐，行，没问题。谢谢啊，拜拜。马上。怀孕。田静植的购物卡和一些会员卡都是以他助理冯东东的名义办的。我对比了这一年他经常光顾的超市、网店、水果店的购物清单，最近四个月内他没有再买入卫生巾这种女性必备用品。水果店里口味酸的水果大量购进，而且购买食物的消耗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摄入。所以，小植的嗜睡症不是因为失恋，而是因为怀孕。我也觉得难以置信，要不是他偷偷从我家拿走了一本关于怀孕的书，我根本都没有往这方面想过。可是为什么小植能怀孕呢？之前田静植出车祸，她的血液救了被放干血的薛灵乔，而薛灵乔用自己的新生血液救了濒死的田静植。这也许就是田静植体质改变并且能怀上薛灵乔孩子的原因。但这个过程能复制吗？我们可以试试。不可以。已经产生的生殖隔离是不能被轻易打破的，这是例外。我明白了。原来当初薛灵乔让云珍联系我们，是想向我们求助。小植怀孕导致嗜吃嗜睡，她也想不到解决的办法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和田静植分手三个月后，又搬到她家对面的原因。邱家人真是我的福星啊！超级人类女性无法怀孕，江一恒研究多年都没有解决的超级人类繁衍问题，偏偏小植做到。老大，只要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们有了研究的对象，解决繁衍问题还是大有可能的。所以，这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。需要我现在暴露吗？薛灵乔没有主动告诉我小植怀孕的事儿，是对组织很有戒备之心。你贸然暴露，他会怀疑你的动机。我们需要等一个时机。什么事情？小植怀孕遇到了麻烦，这个麻烦只会让薛灵乔越来越不知所措。你们只要随时做好准备，雪中送炭才是最好的时机。这个快递地址写的是这里，然后你再看这个，秀英哥。组女明星垃圾袋里找到的面膜分析结果出来了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，面膜上发现了什么？别卖关子，快说。是血，丁甜的血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拍广告刚回来，来不及化妆了，大家就先忍受一下我的素颜吧。哇，田静植素颜美炸天，皮肤好好啊。直男就是好骗。
知不知道有种妆叫素颜妆啊？哦，随便扎个丸子头都好美。上次直播后，大家送了好多好吃的来公司，这里只有一小部分，实在摆不开，不好意思了。大家喜欢看我吃东西，那这个工作真是太适合我了。我最擅长的就是吃。竟然有那么一大块黑森林蛋糕，会吃吗？低糖低脂肪，用豆子做的那种吧，骗骗人而已。还有用豆子做的蛋糕吗？好吃吗？这是真正的黑森林蛋糕，著名烘焙达人君君做好刚送过来的。在这里我就先谢谢君君啦。那么今天大家送的礼物都会折现作为缺水地区的挖井资金，所以请大家多多送礼物。好了，那我先开动了。哎，慈善沙来了，装善良也无法改变你演技太烂的事实。楼上，田径直在非洲养了三个挖井队。中国就没有缺水的地方吗？为什么不在中国挖？楼上是智障的妈妈给智障开门，智障到家了。土豪出现了啊！土豪，你缺女朋友吗？黑背没屁股那种。谢谢这位天边最美的云彩，为我们的挖井事业添砖加瓦。老婆，我今天不会断网了，我会为你的挖井事业添很多砖，加很多瓦。老婆，我月薪低，只能添个砖头了。老婆，我也添块砖头。哎，不对，我是女的。呀呀呀呀呀！Nothing.